跪地祈求妈祖，妇人泪流满面，为的是躺在加护病房的丈夫。我先生也是公司的员工，他目前在秀川的加护病房，所以也是有求白沙屯妈祖保佑我的先生赶快脱离他这个病痛。苗栗白沙屯拱天宫妈祖徒步进香第三天，粉红超跑沿着台一线进入彰化市，橘帽香灯脚大军压境，穿戴支架的妇人来求平安。骨折了，骨折了。安利进来来，干嘛做工？我请大家买豆腐，下干棍了。幼儿园孩童哇哇音甜喊，边摇着铃鼓迎接，堪称最萌抢叫，这让最疼小孩的妈祖忍不住停下脚步。乔爱国小更派出鼓队，师生加上家长将近百人等妈祖婆来。因为认给他的人太多了，所以妈祖就一闪而逝，我们就非常扼腕。所以今年我们就充分的准备，就是要好好迎接妈祖的莅临，来给我们顺顺看看。追随妈祖的队伍中，还有这一个超大造型气球，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妈祖。进香的队伍，然后更热闹。然后其实做这个妈祖这个雏形，像是就像我们刚刚看到有小朋友，可以增加对于妈祖的认知这样子。将近180,000大军跟随粉红超跑一路南行，进香盛事也成为一年一度台湾地表超大迁徙活动。三立新闻中部。